游戏解说直播现场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非常关键，谁赢了谁继续在胜者组，谁输了谁就被打到败者组。那么这是今天晚上第二场胜者组比赛，比赛是全程抢分啊，全程抢分。他们两个选择都是一模一样的人物，出场顺序也必须是一模一样。我们来看这边是首发是选择来自英国的 King 啊，小姐姐 King。左边是中小二，右边是韩国的啊库玛。开个预言，你们猜一下第一把谁赢。他们两个打起来也不算规了，你看现在打的也是非常的紧张，非常激烈。时间还有六秒钟，结束了第一灯的比赛，结果是韩国人先亮了灯，第一灯小二输了。支持小二兄弟，希望小二能赢，刷个六啊！希望阿库玛能赢，你可以刷一个九。左边，小二这边剩两个人，对面还是比他领先半血的 King， 库拉会吐口水。圣龙打中必叫援助，不然的话会浪费这个宝贵的绝佳的机会。而且对方是阿库玛，小孩也不敢掉以轻心啊，一切的机会都要把握住，不能给对方留下任何喘息的一个可能。吐口水大战开始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们看看双方又开始吐口水了，来看谁的水更多。都已经是满气了，都是两个援助，都是两个人，看谁能先骗到谁。好，这种力回吐口水大法也是确实考验双方的心态了，谁更能稳得住。好，吐到脸上之后想前中想偷袭，而且对方非常聪明啊，他这里超杀偷袭打空马，这马上叫援助给自己做一个掩护，防止对方来反击。小二技能开启，准备压制他，吐他一脸口水，还有五秒钟四秒钟啊，空马准备利用最后三秒再来拉回一点血量。看来小孩第一个币非常有希望了，他现在是两个人对面，阿库玛只剩下一个玛丽了，不过他的玛丽确实用的也非常棒的，而且手上还有两个援助。小孩的库拉这点血量被对方玛丽如果偷到一个破阵的话那就没有了。旋转踢直接下来抓飞头，玛丽打空之后叫援助掩护，直到你要叫援助了，所以说就不动你了。垂直剑这里没有办法再次叫援助，因为他的援助还在画面当中。还有30秒，保持住，小二加油！韩国阿库玛也在努力投下盘，叫援助，没了。大将战又开始，这里回血的话回不到满血，基本上也差不多了。小孩这里是满血，到底谁的马力更厉害？技高一筹。好，锤飞说我。小心对方的援助，那么现在对方配合气之后偷下盘重锤，还有40秒。小二跳飞空中蓄力突破盘，阿库玛对战经验非常丰富，都知道小二在想什么了，所以说还有30秒的时间，不要掉以轻心。对面有两气，双方都在拼命的利用一气的时间给自己挥空技能加资源。赢了！我操！失误了，大哥，你这追呀！这是一个意外啊，这是一个意外。这个搞笑了啊，这个跟亚王那个异曲同工啊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的直播。我们正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2000场的中韩战。
天赐啊，被鸭王传染了。2000就是这么一个游戏啊，一切都有可能。这个大跳没有，又没有配好，防止上偷袭，稳住，干他！欢迎好马卡龙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这边。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天皇2000这场的中韩 F 大战。比赛打成这个样子，相信大家看的也是非常的贵，不到最后一秒钟，谁都不敢说自己是稳赢的。对方金身还在，小孩这里也开了金身，只是这个金身开的亏了，要赢了吗？24秒，小孩还有金身。啊，有机会又有啥用啊？给了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比赛是双败赛制啊，谁输了谁掉到败者组。小孩夺冠，主播300，酷狗美女狗兄弟啊，你要追加奖励吗？我们来看本场比赛，来自于小孩对战韩国帕库马的对局，打得好难啊，真的好难。今天晚上他很好多失误啊，改了名字就不认识了。谁呀？你这又改名了，原先叫啥名啊？我迷茫了，我的气，怎么又改名了？左边小孩是连输两把了啊，连输两把了。开个语言啊，他们两个谁赢？加油，小孩，这里啊。8个人，6个国人都在败者组啊，不是吧？这就尴尬了。目前胜者组已经有一个 boss 了，小孩跟阿库玛。好的，重手两段打取消啊，取消吐口水。
最后还是靠老二天赐。不知道啊，老二也不稳定啊，说实话老二也不稳定。二哥夺冠主播500，这么大气吗？好，何时你们现在何时能拿冠军吗？为什么都不看好鸭王的呀？今天晚上圣流毒目前已经有了一个韩国人了，阿库玛的援助玩得好，你发现没有，他的援助真的是实际用的战术安排的非常的精彩。哇操，没了，地头了。